好好好好好，你要看一遍吗？我看一下吧。我觉得特别好。天哪！我会把它想成我是一个被全身束缚着的一个人，他想要去挣脱他原本的样子。自己像是被包装的那个人，那些东西就像是对我贴的标签。我看清了他们之后，我慢慢的把他们拿掉，我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子。我们的名誉，我们的名气，全是别人给予我们的，但是我们没有想过要为自己创造一些什么。其实我最期待的并不是简单的他们的形象，最希望看到的是他们的自我。我真正的认清自己，接受自己之后，才能真正的适应。即使我接受我自己的不好的东西，我也要知道 I am 是什么。